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大师救命！林浩，啊！什么事？大师救命！大师，他是个贼啊！刀在他手上，被绑的是我，我们是先犯罪人，他才是贼。他是贼，可是刀在你手上，刀是他的。佛门没有什么兵兵贼贼的，贫僧法号不动，诸位就不要动了。看来大家都饿了，我去弄点吃的，吃完再说吧。这把刀挺好用的，借我用一下好吗？谢谢谢谢。什么时候的？啊，好像是大前天的。你怎么就知道我要打劫你啊？相由心生，你露贼相。我看你也非善类，要不然你怎么猜得到我有这种想法？我们公子啊，聪明。我们公子是要考取功名的。就算真当得了官，也是一个贪官。有什么样的主子，就有什么样的奴才。哎哎，你这个人，哎，他说你像我，是在夸你，别理他。你呀，保佑公子取得一个好的功名啊！这个是公子的，保佑我以后不愁吃不愁喝不愁吃不愁喝，这是我的。公子啊，公子你快来看啊，这画上有好多美丽的姑娘。哇，都是天上的仙女啊！啊，有什么大的？就女人吗？大丈夫何患无妻？我怎么跟你说来着？啊，你哪一句？男子汉。啊，男子汉，身修，家齐国治，平天下。天下平。天下平，天下平。你身修了吗？我想修，可我总修不好。那你还想什么？家齐。哎，哎，你怎么吃上了？哎，哎，哎呀，你这个没事吧？我怕黑。怕黑？
绑也好。嗯。绑也说明你不是鬼。哎，这什么地方？不知道。那有亮光，我们往那儿走。来，你走前面，我给你照亮。没事，哎，那不这样，我走在前面，你走在我身后，你拉住我的衣袖，这样你会比较安全一点，好不好？没了。在一起吗？没有啊。怎么那么多人啊？都是干嘛的？别说话啊！冲子往后一往西，往西是什么地方？那边有小孙，你先去那儿走。那你会去吗？会啊。啊，快走啊！哦、哎，忘记问姑娘怎么称呼了。牡丹。牡丹。快走，哦、快走。瑞香在，海棠在，云梅，云梅在，丁香在，水仙在，雅琴在，翠竹在，牡丹在。等一下，牡丹。在。你去哪儿了？我晚了，罚我吧。我没说要罚你。你去哪儿了？你从来都不撒谎的，说。小声无礼，忘了介绍自己，在下朱孝廉。姑姑今天好美，是吗？今天我美丽吗？美丽。今天我穿得好看吗？好看。那么芍药，你告诉我，今天我哪里最美啊？姑姑今天的妆画得清淡优雅，眼角的色彩让人看上去都清爽了。什么奇怪的味道？是男人的味道。
们没有看到男人吗？你也没有看到。出来吧。是来看看朋友，不用这么紧张吧？我好紧张啊！你是个妖怪，是没有资格跟我们仙女做朋友的。可是我们已经相爱了。哦，相爱？不过看样子你倒真的是很爱的，否则你也不会冒死前来。我说的对吗？我们相爱，你是阻挡不了的。谁爱上你了？谁爱上你了？爱与不爱，对于一个死人来讲，已经没有任何意义。有人伤心了，对吗？情爱，对于男人来讲，就是一场游戏，对我们女人来讲，只会带来伤害。所以我不许你们碰他。我跟你们说过很多次，这里的一切都由我来安排。今天不修炼了，没心情。
呢？我也在问呢，这人上哪儿去了吗？你不是都把他带到这儿来了吗？他刚才明明就在这儿的。是你的男人吧？哪一个男人？是和你说话的那个男人吗？你知道的，我说的是石耀。那你去和姑姑说吧。哎，那个男人，那个男人呢？男人去哪了？人在哪？叔，人呢？刚才还在的，突然一下就不见了。不会又是个妖吧？不可能，妖哪有他那么笨手笨脚的？哎呀，不会是走了吧？我觉得他长得还是蛮英俊的。你失望什么呀？人家又不一定选你。你又不是男人，你怎么知道男人喜欢什么样的？或者他们就喜欢我这样活泼、开心、可爱的。你太多话了。对嘛？我猜啊，男人一定都会喜欢像我这样乖乖巧巧又任劳任怨的。哎，算了吧，男人是找老婆，又不是找丫鬟。哎呀，你们都不懂。我觉得一定要主动出击。如果让我遇上一个男人，我一定抓住机会。太过主动，我要是男人也不会喜欢的。停停停停停停！我告诉你们啊，我要是男人的话，你们都没戏。我肯定选丁香姐。为什么呀？说为什么？我也想听。丁香姐可爱呢，又不会太吵，体贴男人呢，又有主见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啊，既不会太主动，也不会太被动，所以真的是最佳老婆的最好人选啊。谁说的？姑姑说的。姑姑真的这么说？对啊。可我怎么觉得这个男人是来找芍药的？这绝对不是。你怎么知道？那个鬼见愁，谁敢要他？肯定要你嘛。如果真有个男人想娶我的话，那可怎么办呀？如果我不爱那个男人，他又非要娶我为妻的话，那又该怎么办啊？你想的太多了，有个丈夫，有个家庭，不是很好吗？那我们就安心的担负起做妻子的责任吧。没有爱，会幸福吗？不能说情爱，你找死啊！百合，不知道，都去哪儿了？有事吗？男人是你带进来的吗？你看见了？我什么都看见了。我还是要问清楚，男人是你带进来的吗？你审问我？朋友问一下，可以吗？不是。那就好。如果我抓了他，你不会介意吧？随便。你可以勇敢一点吗？一个人躲在那里有什么用？想要朋友，那又怕这个又怕那个。你出去啊，出去和大家一起玩。出去又怎么样？他们谁都不会理你。平时你凶巴巴的，动不动就发人，谁还敢跟你做朋友？
羡慕他们有爱情，他们敢把男人带进来，你敢吗？姑姑常常夸你又怎么样？你开心吗？这里所有人都不喜欢你，连我都不喜欢你。你一直都在这里吗？说你呢，你一直都在。不瞒姑娘，我在。卑鄙下流！姑娘，我是读书人，非礼勿视。我真的不是要看你，我是在这等人，我不知道你怎么就进来了。这是我的房间。我不知道这是你的房间啊。那你什么都看到了，你听到了？我没有。好吧，我有看到，但是我没看清楚，而且 我听得很朦胧。姑娘，我想问你一句，你这样的女子怎么会没有朋友呢？好吧，我冒犯你了，要杀要剐随你。算了，姑娘真是通情达理，在下朱孝廉，愿和姑娘交个朋友，不知道姑娘芳名。芍药。芍药，牡丹。哎，你们都是花的名字。你是来找牡丹的？啊，我就是在这等她。她的房间在上面。都有得罪，在下告辞。等一下，我带你上去。不用了，太劳烦了，我自己上就行了。答应我，今天事情不许告诉任何人。朋友吗？芍药姐午安。不要怕，往前走。样子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丑的，太丑了！哎，你看他发型，当然难我去看了一下风景，这样太危险了。嗯，是有点。那我走了。啊！不过我走之前再危险，也得跟你们告辞啊。哎，告辞。不行，你这样子走不了。啊？你去外面看看，我要带他出去了。好。你这是什么地方？好吧，那你怎么去的房间？不知道，我在看画。画？我也在看画。你看的什么画？
错。妈，我在看你们那里的画。我们那里？难道你们这是仙境？你是仙女？算是吧。哦，我听说你们那儿有大城小街、大街小巷，有男人，还有女人。你们那个世界里，女孩是怎么样的？她们吃什么，穿什么，喜欢什么东西？有人会安排她们的婚姻吗？她们敢不敢？敢不敢说情爱？当然敢了。真想去看一下。好像做梦了。我才像在做梦。啊啊，疼疼疼啊。不是做梦吧？这仙女呢，那么爱动手动脚。什么？庄子云，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云，蝴蝶之梦为周云。你可能真在做梦，你看看啊。哎，吓我、啊、你放手，你放手，你先放，你先放。我不放。哎，我也不放。哎哎，你放手。不放。你回来了，你怎么不告诉我？我哪敢打扰你们啊？谁知道你们里面在干嘛？哎，外面怎么了？外面多了很多兵啊！兵，嘘，找丁香姐帮忙啊！走，有事儿啊？丁香姐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要大闹一场？为什么？先别问了，先帮帮我。好。哎，谁？喂，你要干嘛？哎哎，大家不要打，不要打。想你要回去的地方。什么？快点，没时间了。你快点，你会没命的。如果我跟你走，能和我一生一世吗？还是吃点吧。这是地狱图啊，公子。糟了，
啊，门呢？什么门啊？门。门呢？门呢？啊！大师，刚才那门呢？就是，怎么样才能回到那个地方？什么地方？一个只有女子的道场。那不是有天堂吗？你是不是饿了？你先吃口斋菜吧。你大概饿昏了。大师，我不饿。我在那个地方碰见一堆如花似玉的女子，她们出事了，我必须得赶回去。回去哪？大师，施主，天堂与地狱你都分不清楚，你要回去哪里啊？求大师成全。哎呀，谢谢大师。善哉善哉，起来起来。闭上眼睛，集中精神。嗯。佛法无边！哎，大师为什么打人啊？法力还不够啊！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！哎，大师，你凭什么打人啊？门，这个门我看不见。公子，我也看见了。啊，你看得见？公子，公子，嗯。这里就是你说有很多女人的地方，那女人呢？走这边。这里不是地狱吧？来了。喂，我叫孟龙台，咱们一起去找女人。真知道在哪儿？好吃吗？挺好吃的。你不怕有毒啊？这里说，没事儿，吃吧。我可以坐在这里吗，孟公子？我的荣幸，姑娘，我敬你。你不怕酒里有毒吗？哎，好酒。好酒也不能一个人独饮。来，对吗，朱公子？我敬你一杯。哦，来，干。姑娘，你不会是把所有男人都给收了吧？谁说你不行了？他不行了。行。我也喝。你喝。姑姑，你醉了。你要管我？管我的人来了，姑姑请。你一会儿要安排我的客人休息，不用管他，因为他已经休息了。姑姑放心，我会安排的。公子这边请。这儿是偏房，这儿是寝室，
这儿是书桌。啊，难得的好地方，还有这么多好书，今夜难眠了。公子酒量真好。公子真会骗人啊。啊，看出来了。我告诉你，以后不打扰两位休息。喂，芍药，姑娘。牡丹姑娘。姑姑，明天请两位到茶具一聚。哎，那个最英俊的男人来了，我觉得还是这个更威武。有三个男人，怎么选好呢？你选上你自打算吧。书生最好，威武的那个也还不错。傻乎乎那个也还可以。你们看，那个梳头已经摊上我们家云梅了。这儿是个女儿国，已经很久没有男人来过了。山上有一个泉，喝了泉水之后就能生育，不过只能生女儿。只要你们愿意留在万花林里生活，生儿育女，你们需要什么？我们都可以满足，那岂不是天堂了？所以，你舍得离开吗？我们公子是要进京考取功名的，我们不便在此地久留，是吧，公子？你们尽管回去救你们的苍生百姓吧，我留下，是不是选谁都可以啊？我要你，不可以。为什么不可以？不可以就是不可以。确实不可以，他是我的人，他要是嫁人了，我可怎么办呀？为了我，你就做做好人吧。不过你好有眼光啊，过来，随便挑。懂低头的女人。我喜欢。公子请便。哎，多谢。孟大哥，进去了。朱公子，你怎么走了？对呀，我还有事。今天可是好多钱。你们进去，好，你们进去。祝贺你们结婚大喜的，来来来，宝刀赠英雄，英雄配美人。
好。好的。公子，若没有什么吩咐的话，我们先退下了。啊，退吧。公子，太晚了，早点歇息吧。睡觉啊！哎，公子，公子，你去哪儿啊？掷地刘郎玉斗，挂帆西子扁舟。千古风流今在此，万里功名莫方休。君王三百州，燕雀岂知鸿鹄。貂蝉原出兜鍪，却笑卢溪如斗大。肯把牛刀试手否？授君双玉瓯。公子，我们这么奉献到底值不值得呀？哎，是不是因为那个女子长得很美啊？很美。哦，我一猜就是。好，说什么了？我回来找她不是因为她美不美啊，是为了义。啊？人家为我落了难，大丈夫能坐视不管。啊，走走走。公子，哎，没人，啊，走，看看，什么人？这里不许任何人进入，不得无礼。他们是姑姑的客人。朱公子，这里是我万花林的禁地，不方便外人到访，两位请回吧。我是来找你想找的人都不会在这里，请回吧。我不要这个女人，我凭什么受她的气啊？只会哭不会笑。成婚才第一天，男人就可以这么对女人吗？男人可以这样对女人？你想休了她吗？随时可以，你还可以随时离开。我没说过我要离开啊，我要再挑个娘子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。娶亲要选淑女，我昨天是怎么想的呀？你明天还会有别的想法？朱公子是来跟我们告别的吗？你们要上京赶考谋取功名，我也不便多留，明天就送你们上路。哦，我舍不得这个地方啊，我也想娶个娘子，可以吗？朱公子都舍不得离开我们这里了吗？风流快活嘛，谁不想啊？啊，喜欢谁呀？
他。可以吗？不行，姑姑，我不要。朱公子要娶你为妻，这个机会是多少女孩的心愿，你不要吗？女人总是口是心非。谢谢姑姑。我也要成亲。你也要成亲？今天我们这里好热闹。你喜欢谁呀？你愿意娶我吗？啊，不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那么多人，你为什么偏偏选我？啊，因为 我还不够丢脸吗？没有，你。你不知道我究竟做错了什么，老天爷要这样对我，什么糟糕的事情都让我给遇上了，我这辈子算是完了。没，你哭了？哎呀，你看你，哎，我其实我真的没有想成亲，你看我长这个样子也不是很好看，我怎么敢奢望说你嫁给我呀？我就是看不顺眼，我看不顺眼那个山贼，他太可恶了，他欺负人，你这么漂亮的妻子他都不要，我就是想帮你出一口恶气，可是我没想到我这么做你会不高兴。公子他还是要进京赶考的，他在这儿不会待很长时间的，你要是真在这儿待得不高兴，你可以和我们一起走。你说你长得这么漂亮，如花似玉的，那在京城会有千千万万的男人想要宠你，想要疼你的。我保证我帮你找一个疼你的男人，真的，你别不高兴了啊。我不跟你同床。哦，我睡地上，我睡地上，我就睡在这儿，你看。哎，你干嘛非要选我呀？我一个人好好的，自由自在的，我也没想着要相夫教子呢。不，你听我解释啊。不听，那么多女孩子呢，你不选，你非要选我干嘛？我是为了牡丹。你跟牡丹的事我不会说出去的，我求求你了，你休了我吧。我说、哎，行了，我不是真的要娶你，我不娶你我就留不下来。我只是想知道牡丹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你能不能假装一下？假装啊？啊？假装我可以的。哎，那你们这儿有没有类似像牢房那样的地方？没有。那会把他关哪儿？芍药，芍药知道吗？他才不会告诉你呢，你小心点，他不是好人。哎，你娶我真的只是为了救牡丹吗？真的啊，真的是为了救牡丹。那就好。哎，别喝了、哇，什么？你想害我？不会啦，最多就是睡个三天三夜的。我们当然来看着了。丁香姐说她待会儿也会过来。好啊，来。你那些姐妹好像都来了，你要不要出去跟她们打个招呼？要去你自己去，我不想出去见人。啊，对对，不能同床，不能同床。那人家老婆怎么样啊？说说。太棒了。相公。他们一块去喝茶，你来吗？啊，
我不来了。对了，你帮我叫一下侯夏好吗？侯夏。哎，相公找你。相公，你家公子。哦，那我是不是以后就得叫您夫人了？叫一个啊，叫一个啊，夫人。我出去一下。相公，啊，夫人，公子出什么事了？一直在我房间干嘛？不管了。我娘子就她有些不高兴，然后不肯出来见人，我劝劝她。你们两个认真了？没有，我是在假装，我很认真的跟你一样在假装。这是什么鬼地方？能住人吗？林将军，怎么样？孟大哥，挺好的。你这儿这么多书，头不疼？特别好。啊，有事吗？听说你也风流快活，来看看。来，坐。还不去倒茶？侯霞，给茶。哎呀，我想起来了。今天晚上，芍药还有那只鸟要过来巡查啊！嘘，芍药连这种事情也做的吗？姑姑叫他做的，他哪敢不做？来了！啊！喂，躲那儿干嘛？去吧！你上床，上床！啊！干嘛呀？上床！抱我！啊！快抱！哦，你连抱都不会吗？看到什么？在床上抱着你。他要干嘛？你想干嘛？我想干嘛？我怎么知道你上次在被子里干嘛呢？你偷看我？啊。知道我上在被子里干什么是不是？嗯，这哎呀，呀痛啊！就这个？对啊。盖着被子，什么都看不到。你想看到什么？还是你不想看到什么？你真的这么想吗？啊哈，什么呀？你真的觉得我能找到一个疼我的好男人？当然了，而且我还知道，那个山贼现在就已经后悔了，而且他会后悔一辈子。我保证，我给你找一个疼你爱你的好男人。我要是找不到，让雷劈死我！别说话。你干嘛？耶！昨天晚上怎么样了？男女之间的事情，我不太了解。姑姑，怎么了？相公要带雪莲、百合、海棠回家。你同意吗？我没有反对。你懂事了。只要有了孩子，就不用再受男人的气了。去安排吧。是，姑姑。姑姑，我先退下。什么姑娘？我问大家，没有人知道我跟姑娘的去向，你知道吗？你不应该吧？你知道？求你了，小鬼，你告诉我。把剑放下。没事，是误会。
我是在问他牡丹姑娘的事。其实大家都很关心，想知道牡丹姑娘去哪了。他们不敢问我，是怕我伤心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牡丹为了一个男人自杀死了。你等着那个男人来看你呢，在那儿，那儿，那儿看你，那儿。可惜他不是来找你的，他是来找你的好姐妹，他们已经成亲了。啊，太可怜了！你要是早点告诉我，我就会成全你了，哪还有翠竹的份儿啊？不过男人就这样，见一个爱一个，你还爱他？你要是现在告诉我，从此以后你再也不想他了，我立即放你出去。说吗？说吗？犯贱，就是犯贱！我也成全你。我会让你烧七七四十九日，然后浑水天地。这是他留下的，给你。一直都在。不行。怎么全都是男人呢？对啊，怎么就这几个女人啊？其他女人去哪里了？京城这么大，应该有很多好吃的吧？你呀，就知道吃。女人都留在家里。留在家里能干嘛呀？相夫教子啊。你看那天下，都是男人的。看看看看，都画了些什么？姑姑，姑姑，是京城姑姑。京城，好热闹。有那么留恋京城的吗？嗯嗯，京城也好，哪里都好，只有两种男人，一种呢就是愿意骗你一生的男人，还有一种就是只愿意骗你一阵子的男人。
还有第三种男人，那就是连骗都不愿意骗的。风未动，旗未动，是人的心在动。如果你没这些念头，不会总说骗与不骗的事。那请问公子，男女之间是什么？是爱。我一直在找。找什么？找一个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。哎呀，好无聊啊。不会找到。你想跟我说你是第三种男人吗？可是你已经娶了妻子了，你还要再去寻找爱情，你不是骗人吗？是男人都会骗，女人只要懂就行。不过呢，只要男人不烦，就愿意骗你一辈子，对不对，孟大哥？还是姑娘你懂得男人呢、啊、走，喝酒去。牡丹想让我带她去城市看一下，我没能带她走。京城的繁华，我能记得多少，就给她画多少。画完了，我便离开。我不会耽误你。把花留下吧。花是花给牡丹的，不烧了怎么给的？牡丹没死。翠竹，哎，你们要干什么？你想不想救牡丹？你说，就我们这几个人，能把牡丹都救出来吗？别担心，我既然已经来了，你们就什么都不用害怕。哎，哎，你也太没大没小了吧？男人都还没吃。你女人怎么？哎，相公，哎，哎，有了娘子就忘了公子啊你！烤好了，就是有点黑。你先吃吧。喝点水吧。你要是真的和我们打，我们都不会是你的对手吧？为什么要帮他？你喜欢他吗？他是为牡丹而来，可是你还是帮他。喜欢一个人的感觉很清楚，很苦，对不对？他来了，你跟他说吧。爱是自私的，你不能让。
我那扇子是不是忘在你房间了？你回来就是为了找扇子？你是跟谁回来？我牡丹是因为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我闯的祸我不能一走了之。我很羡慕他。听姑姑说过，石碑底下压着的是定海兽，想要去七重天，除了姑姑能用法力过去之外，一定要先杀了定海兽。杀条压着的兽还不容易吗？啊，还犹豫什么？救人而去祸害生命的话，我做不到。况且这龟一定是神物。那牡丹怎么办？哎，公子，你看。
法术，让他们全都睡觉啊！让我下去吧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我带着姑姑给我的魔法环，这些刑天兽不会伤害我。我有办法，让牡丹上。不能相信他。你小心点。小婆婆妈妈的，那家伙快要醒了，打开吧。哦。你怎么下去啊？别睡觉，千万别睡觉。他来接你。为什么救我？找到怎么办？放心，姑姑那么疼他，定会来救他的。哦，都盖上了啊！哇，这就回来了。呀，牡丹姑娘你真厉害。牡丹姑娘长得也很好看，公子你眼光真好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们还是快走吧。走。去凡间，我怕姑姑她不会放过我们。芍药不会说的。你带我一起走吧。相公你怎么了？你们本事那么大，我留下来又能干什么呢？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让你们笑话了。哎，你不能丢下我们。是啊，孩子不能没有父亲，要走一起走。对，一起走。别紧张，你们想去哪儿啊？姑姑，为什么要骗我们？说牡丹姑娘自尽了。考验你，你竟然敢冒死去救牡丹，一片痴心呢。我成全了你们俩。那芍药姑娘怎么办？我不会追究此事了。
我有什么对你不好吗？你说。那个男人根本就没有把你放在心里，人家现在过得很快乐很美满，而你现在得到了什么？你这么做值得吗？连你也这样，你也中了男人的毒了，你们全都传染上瘟疫了，而且现在无药可治。继承人我可以再找，我那天说过七七四十九天让牡丹魂飞烟灭，而你只有七天，你不反悔就不要后悔。姑姑，让他们离开好吗？你在想什么？别以为我看不出来，就凭你也想跟我的仙女在一起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他也是个凡人，你不是希望凡人替他们开枝散叶的吗？那也绝对不能爱上，爱上了就舍不得杀，爱上了就会天下大乱。女人一旦有了爱情，什么都没了。一成家，女人还有位置吗？所以孩子一出生，男人就得死，这个规矩不能改。这几个男人非死不可。这几个男人非死不可。你看，这是他为你画的，有树，有山，有水，还有好多人呢。他说这是尘世间的人和事，画的可辛苦了。他一直都说要送给你呢。好可惜啊，差点被烧了。哎呀，他还为了你假装跟你成亲呢。是假装的啦，所以你可以放心啦。尘世间，男人真的会爱很多女人吗？确实有这样的男人，但还有的男人，一生一世只爱一个女人。你爱谁？当然是你了，吴公子啊！霍翔，我这次回来找你，是因为我觉得我害了你。
是爱上我了吧？那你到底爱谁？我知道，别讲出来了。让你难受。是很难受。我想，我明白什么是情爱了。好不容易才出来的，干嘛回去啊？我们一起瞒过姑姑嘛，好不好？他不会追究的，你知道，我不会说谎。放心，他会回来的。你不能相信姑姑啊，她在想什么我最懂，我们是同类人，我们都坏。她最了解我，我是好人吗？啊，我这种恶人怎么上得了天堂？这里只能是地狱。你们的姑姑就是阎王。我告诉你，牡丹这次回去肯定是凶多吉少。你有没有用脑子想一想，你脑子是不是烧坏了？可是牡丹说芍药会回来的，那姑姑怎么会放过他们俩？这种人为了面子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。哎，你去哪儿？我去道场，我找到理论去。理论没用。不行，姑姑法力无边，你不能去。朋友有难我不能不理，我总得像个男人吧。啊，小姐，我骗了芍药姐，让她借我魔法环去见钟孝礼。我骗她，只见一面就回来。我后悔了，可以把她换回来吗？到底是谁欺骗了谁？他不会骗人，是我，是我自作主张，跟他无关。看来是你们两个骗了我。既然你们姐妹同心，那就一起受罚。姑姑，姑姑，你不是答应过我不再追究的吗？我答应过你。我答应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。他们两个，你想让谁生，想让谁死？把他们两个都放了，祸是我闯的，我连累他们，让芍药馆冲我一个人来。闭嘴！这是我的地方。这个地方是我说了算，一切都要由我来安排。
说吧，谁生谁死？我要他们都活着。别！别！关老，关老，关老，放了他们！求你放过他们吧！求他们！滚开！不要救他！杀！千万不要！你也反了吗？杀人了，好不好？为什么要破坏我的规矩？为什么要叫他们爱？他们全都是你害死的。杀人的不是我，杀生之权在你手上。你选的是最下下策。你的上上策是让所有的人都死吗？谁对谁错，你心里不清楚。
你最后还是胜利了，怎么不开心呢？我要为他们造一个没有痛苦的地方，难道我错了吗？可是你快乐吗？他们快乐吗？我不想他们跟我一样的痛苦。所以你就消灭他们？你一生的心血是为了谁呀？琼楼玉宇，金碧辉煌，见来何用？你回来是来嘲笑我的吗？你不是说要成佛吗？我心中还系着你，哪能成佛？其实我一直在看着你，是你没有发现而已。难道是我错了吗？没有疼的爱，不是真爱，我怎能不疼呢？一起走吧。等一下，玉梅，玉梅，小姐，小姐，没事，没事吗？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吧？你都好吧？没事吧？啊！公子，公子，为什么死了呢？别哭了，别哭了，我要回来了。起来吧，孩子们。谢谢姑姑。这里以后就交给你了。你有勇气反对我，应该有勇气接受吧。该走了吧。今天我美吗？美。牡丹，你说呢？美。姑姑今天最美。你的话我最相信。芍药姐等着你呢。
你要做的事情都已经完成了，还有什么事要留下来吗？少姐，他跟我成亲是假装的，他也并不是真的爱我。可是你爱上他了，是吗？翠竹也爱上他了，是不是？朱公子都清楚吧？嗯，好风流。朱公子如果想留在这里，和翠竹完成婚事，又或者和牡丹一起享其人之福，我都没有意见。但是，请你不要把我拉去你这趟浑水。我不像他们一样天真。你们不用担心，从今往后，你们男女之间的情情爱爱，我都不会干涉。我祝福你们，百子千孙。被芍药姑娘看穿了。对，小生要是还留在这儿，确实是个祸事。我回来是为了救牡丹妹妹，她现在平安了，我也该走了。我还得进京赶考呢，告辞，大英雄，告辞，告辞。尸体会牺牲，我愿承受伤痕，只要你相信我的真，爱就能战胜命运的残忍。朱公子，我和你这一次日落雨相遇，常常戏我拥有今天的最终。谢谢你这段时间假装的那么好。牡丹，对不起，还是没能把你带到城市看一下。公子，我不想回去了。好好带人家。谢谢公子。要去做，你留爱我都感受到，但是我不敢接受，我不能让你为我牺牲一辈子。你出去是要干一番事，我没有，我没有勇气跟你在一起。今生没有缘分，
我等你。太早了，我知道，知道，知道这些话，不可以再跟你接触。公子，吃点斋菜吧。公子，公子你怎么哭了？公子。公子，是不是我哪儿做的不好？没事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老师，为什么在一瞬间会有那么多的悲欢离合？幻游人生啊！你脑袋里边想什么？我怎么知道呢？多谢大师。公子啊。你还是别哭了，吃点斋菜吧。啊，哎，那是我的，你放下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？这，公子啊，你还是给我背吧。不用。哎，公子，你还是真不用，你看。没事，等一等，还是给你吧，啊，当是你的，还给你，拿着，多谢。去哪儿？上京赴考。我看你这人挺有意思的，好，我保护你。大家今天真漂亮，谢谢。你们今天开心吗？开心。受伤痕，只要你相信我。
我的。